坐标无限城，鬼舞是无惨，我专程来取你的向上人头了。只不过就是我到这儿怎么一个怪都没看见呀？我记得无限城是另一个世界，只能代码传送，莫非这里还有日夜之分？好家伙，果然如此啊，都刷新了。这帮小垃圾太相信自己的实力了哈，真就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送呗。 Day two. 不对劲儿呀，兄弟们，我都逛了十几分钟了，无惨还没刷新，正常这个地方应该是刷新的，可我咋就没看见呢？顶上连血条都没有，莫非我的威名已经超过元一哥了？无惨害怕我不敢出现，我操你呀，光速打脸的，该不会这老表在屋顶吧？拦路者这么多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还好我提前把虚枯神去的鹤刀附魔升级了，不然就是场恶战呢。哎呦，在这儿呢，我的老 baby。 不是，这帮玩意也太烦人了吧，虽然不强，但数量是太多了。好家伙，999的血量，刀下去半血了，无惨也不行呀，还以为鬼王有多厉害呢。不过如此，要不再来一把？鬼王有这么弱吗？啊，原来他真的很弱。有可能是我把鹤刀升到100的原因吧。你个狗，无惨让我大失所望，但我们的鬼面之路还未结束。出来吧，鬼王炭治郎，好嚣张呀，不用武器。哎，我才不管你的事儿了。很明显炭治郎比无惨强呢，这么多下没掉多少血，终于要拿出真正实力了吗？我去，这后边长出来个什么玩意儿？花拳绣腿，还是依旧的菜呀。哎，不是，鬼王用日火，我去，伤害这么高，突然有点不自信了呢。秘技，你给我打油。我治不了你，那位大人可就看不下去了呀。不是，是真就穷追不舍呗。哈哈哈，一刀就给秒了吧，元一哥永远的神。哎，这啥玩意啊，血鬼术鬼王，没有鬼话还不能用啊。元一哥你看我干嘛呀，估计我变异的下一秒大哥就把我给秒了。这家伙有点太危险了，先收起来吧，想想办法把他手里的刀拿到手，当然是一对一单挑了，就我这一身究极附魔，打他应该没啥问题了吧。我去，瞬间残血了啊！说的是我啊，大哥大哥，我错了，留我条狗。挑战神明就得走点不寻常路嘛。哎，红物质全剑，上蹿下跳跟个猴似的。哎，人类，我这是把他假头套拽掉了啊，真帅。想要正常获取他手里那把刀是不可能了，打也打不过，要么我秒他，要么他秒我。哎，有没有？哎，出了出了，鬼灭里正儿八经的最强之刃，自带鹤刀12附魔，当然和我这把魔改的虚枯神去比还是差点意思。